第一步 ，OK， 电源开了，然后把棉花穿好，穿好棉花，把棉花按启动，按启动就下来了。我调棉花，然后数量按这个出来，棉子的克数，按21滴，然后30，把这30把它动一下。我调那个。棉球大小再按一下，签名时间调大一点，把这个棉球的重量要关掉，这样它就不会签棉了。要停机就按这个。就停止了。